去到昨晚凌晨，我們就錄得149宗個案，其中有4宗是輸入性個案，另外有84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，61宗就是源頭未明的。在4宗輸入性個案，其中有3宗都是海員，咁就係喺印度翻嚟嘅。另外仲有一宗個案就係喺空中嘅服務人士啦，就係菲律賓翻嚟嘅。至今咧係有24位病人咧就離世啦。咁我哋個負壓病床嘅數目咧係1236張，個使用量咧係77%。咁至於個負壓病房嘅數目咧係656間，個使用量咧係80%。